范将军，你发此战是不忠不仁之战。战争从来就没有仁义之说。吴元也只是想告诉范将军，此时六州暗潮汹涌，心怀鬼胎，若是范将军执意要引起此不忠不仁之战，恰恰给了五州进犯商州的一个理由。商州虽然富足，但武力在六州之中绝不算上乘，